雀鸟的这个视角，让大家一起来展开一个色彩斑斓的冒险之旅。那我们这次主题很特别啊，也知道不管是在去年或今年，有一些社会的不管是风气也好啦，或者一些状况也好，都让大家心情稍稍有点沉重，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透过伯爵的顶级珠宝，带大家一起很自由的翱翔在不同的视角当中，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不管是光影，还有宝石，还有我们的颜色，都带给大家更正向的能量的这个传达。那有三个不一样的主题，其中有像是梦想启程，以及璀璨天堂，还有迷幻之舞。我们透过不一样的时序，带大家一起走进伯爵顶级珠宝要带给大家的惊喜。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要邀请到的特别嘉宾也是超级重量级啊、我们这位魅力女神呢，待会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看完这个伯爵顶级珠宝及腕表光之羽翼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要欢迎我们的特别嘉宾来到现场喽。欢迎林心如，来，我们先拍个照。好的，这次的主题是光之羽翼，所以带给大家更能够透过光的折射，能够展现出，能够感受到阳光的温暖。来，麻烦心如正前方。好，正前方，心如在正前方，这边。好，麻烦我们的左手边。这次林心如特别佩戴了我们从瑞士空运来台的一系列的光之羽翼系列的顶级珠宝，价值有1亿1200多万以上。停留在网页边。其中的祖母绿呢，也是在采石的过程当中耗费了许多的心力，能够带给所有伯爵以及所有的朋友们更多惊喜的感受。好，郑东京官方摄影这边，谢谢。好，来这里哦。好，中间这边。来这边。中间，中间，上面，上面，上面。好，我也请心如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光之羽翼伯爵顶级珠宝的腕表展，看完之后会不会也觉得相当的惊喜？来，我这边，这里，下一个，这边哦，正前方，上面，上面。请工作人员将麦克风交给林心如，也请心如跟我们现场的贵宾先打个招呼好吗？各位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如，跟大家，现在是午安，来想一下时间，现在是什么时间？对，我们这次伯爵的顶级珠宝展，我觉得它的主题很特别哦，带给大家是光之羽翼。其实我觉得伯爵一系列的作品都是要展现阳光的温暖跟正向能量。是，而且我觉得他们运用了很多大自然的元素，比如说他们最有名就是他们虚拟出来的翠鸟，对，也是我们这一次光之羽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主题。是，我觉得这也是透过这个伯爵翠鸟的视角，我觉得你看这段时间大家好想要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去走走逛逛，都没办法。那我觉得伯爵也带大家能够透过比较梦幻啦、或比较虚拟的感受，去认识更多那种冒险的旅程。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一系列的作品呢，其实就是等于是像一整天的元素。对 对。所以一开始是梦想天堂，然后进入到了这个一开始梦想璀璨，对，一开始梦想启程，梦想启程，对，璀璨天堂，然后之后到了迷幻之舞，就你一整天从翠鸟启程之后，然后在中途的过程到最后看到夕阳西下那个美景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 idea 其实很聪明，就很像我们要跟很多的人讲童话故事的一开始啊，就很久很久以前，然后有一只很漂亮的翠鸟，然后经过什么样的，不管是启程也好啦，或者透过它的视角看到很多那种
我们很期待达到的一些像这种瀑布啊自然的美景，这也是结合他们很漂亮的宝石在其中，对吗？是是是，这一次的我觉得它的所有的东西是很灵动的，然后色彩是很丰富的，我觉得看了让你觉得会心神向往的感觉。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刚好也是今天心如佩戴的这一整套的主题。是，我这一套的主题是璀璨天堂里面的星驰神往的天蓬，我背了好久，很可爱哦。对，因为有点饶舌的名字。对对对对 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伯爵透过就光线的折射，不管是各种颜色的宝石，像是有蓝色的、黄色的，或是让大家看到的祖母绿，透过颜色更能够把所谓大自然的元素用他们的作品来表现。是我这一套它。在我的项链上面就用了五颗祖母绿，而且是祖母绿是很珍贵，它是没有油浸过油的，对对，所以是非常的难得才能够找到这样子五颗，然后包括我手上这一颗这么大拉树的这个戒指，祖母绿戒指。嗯，对，因为祖母绿它其实也有一种就是在神话当中是献给维纳斯女神的宝石，这个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光之羽翼的这个算是主题精神做结合，就是更能够把梦想呈现的感觉。是是是，对。那对于心如来说，我们的佩戴这一整套，然后以及这次的这个展览的结合，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心里面有点小心动的感觉，就是它很适合来收藏甚至是纪念一个故事哦？对，我觉得收藏的话呢，就把它收藏在我的脑海里就好了。对，因为毕竟现在要养小孩嘛，所以不能想要收藏这些踏进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看珠宝，看这种顶级珠宝，真的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也是一种心灵上的享受。有些东西呢，不见得要真实的拥有，但是你看了之后，印在脑海当中，它就永远不会消失。对，我们就要像伯爵翠鸟一样，我们用视角的这种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的惊叹跟感受啊。那要问一下，就是最近就是上一部戏你杀青了，那最近的那个创业的那些鸟市收视率又很好，那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可以跟大家分享？创业那些鸟，他们创业那些鸟是完了之后呢，我马上都投入了另外一个新戏《华灯初上》。那他在今年过年前的时候已经都杀青了，我们现在正在做后置，希望能够在下半年。赶快的跟大家见面。是的，我觉得跟这边的地缘关系很有关系啊，因为华灯初上也就在这边。我们这边大部分场景都在那个条通里面，林森北路啊，然后中山北路啊，所以来到这边也觉得有点回家的感觉，对，一种地灵人杰的感受啊，在这边聚集很多非常棒的能量，也透过这次的这个伯爵的顶级珠宝跟腕表的光之羽翼的展览，把正那谢谢心如，谢谢。那我们有没有需要特别补拍的？好，那麦克风我收一下。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好正经？都今天不能搞笑。一样的位置。好的。超久没有在工作场的梦。好久没有看到我清醒的样子。好，来正中间。正中间，正中间。中间偏右，谢谢。好的，也欢迎媒体朋友们，我们这一次的伯爵的顶级珠宝及腕表的光之羽翼，我们有许多的不同的主题，梦想启程、璀璨天堂以及迷幻之舞，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近距离的欣赏一下伯爵展现精湛工艺的作品。来这边，好，正前方对，谢谢。来这边再一次，这边再一次。好，来自己左手边，帮我们看一下。刚刚心如有特别提到哦，在这个祖母绿，我们的寻找这么棒的净流的，而且克拉数跟品质要相同的祖母绿的过程当中，是耗费了许多的心力跟用心的程度打造出来的。谢谢。好，谢谢。这样 OK 吗？好，那我们就要电子联访喽。text 听到吗？可以听得清楚吗？各位大哥，再不然我就唱起来了啊！今天好美，谢谢谢谢。对呀、啊，很久没有就是穿那么漂亮出门了。你们一定不会相信，我刚进这饭店的时候是全身运动服，然后加那个球鞋，戴个帽，戴个口罩进来，因为我早上刚刚去送完女儿上学，就直接来这边化妆了。嗯，要不要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
今天就是穿搭一个，我觉得它这是一个稍微比较有个性化的礼服，不是那种低胸的，但是它整个的设计的东西就是在它后面的露背的地方。可是因为正是因为我配搭的是黑色的高领，所以我觉得配上这个祖母绿的项链，我觉得特别的合适，而且可以完全的衬托出这个祖母绿项链呢它这个风采的感觉。最近有露背吗？特别，欸，要不要转过来给他看一下？你刚没看到哦。对，拍不到没关系啦，看到就好。嗯。那有没有收过老公就是送你一些比较浪漫的礼物？嗯，有啊。有。例如什么？啊，我觉得送花也很浪漫。哦。嗯，对，有时候一些。反正情侣吧，就是大家伴侣之间的一些小礼物，然后只要是很惊喜的，然后不在节日内的这些礼物，我都觉得很浪漫。嗯，想问一下，那就老公吗？我这样讲，他是不是其实也还蛮有国妈缘的？会有时候小吃醋这样子？啊，我不会吃醋啊，因为他的戏就是。很多的女性观众都会很喜欢，所以很多的女性观众或者是影迷在路上看到她都会特别的兴奋。比如说她去很多长辈的场合当中，她都特别的受欢迎。所以她是真的还蛮有女人缘的这样子。嗯嗯。那最近播出了他们穿越那些鸟事，其实收视率还不错，而且特别在本周其实跟哲熙有。就是上演滚床单的部分，有床戏，欸。是这一周你们还没看到吗？有。哦，因为我是那个平台的会员，所以我多看两集，我已经看完了。对，小小的啦，因为毕竟就是电视剧嘛，尺度不是太大，所以小小的床戏，而且露的也不是我，露的是哲熙。对对对。那你躺在他的上半身，那个尺度会不会是第一次这样尝试吗？你说第一次躺在裸男的身上吗？床戏的部分，床戏我是没有怎么拍过，哎，对，就顶多是吻戏，然后就倒下这种，但这样子的床戏好像真的没有。那老公有看到吗？看一拍。有，那天正好在演的时候，我们俩一起看到了，尴尬，我就先走开了一下。他想要说什么吗？那没有说什么，都演员，大家都知道这是工作。那两个人一起看就觉得有点怪怪的，有点小尴尬的。嗯，对。所以之后我想说跟老公一起合作拍。暂时没有这个计划，因为没有太合适的剧本。嗯，对啊。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谢谢。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王柏杰跟谢欣颖嘛，也是有跟就是林心如您有那个做华灯初上。那整个时候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昨天就大方认爱。那有没有在拍戏的时候就观察到他们好像有点？哎，他们两个的戏我都不在现场。对，因为时间差不多了。但是祝福，很为他们开心。好，谢谢大家。谢谢今天的媒体朋友。好，那待会儿如果评论访问的话，我们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带到里面去。意外矫正好不好？